立法院本届最后一个会期，原保地进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草案是否可以闯关，进入关键时刻了。本周我们将与你探讨什么是朝野立委在角力的争议，更要带你来分析补偿金的预算应该如何指引，政府应该如何看待原住民在保留地的权利，又要如何运用原住民传统生态智慧来保育山林呢？敬请收看本周六晚上的部落大小声。